什么？人消失了？对，我的三个儿子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消失了。消失没消失？让王牌找人专家小品来看看就知道了。潮湿还有温度，这里还是科学室的。原谅此，嘿，找到一个人了。啊，被发现了！只要伪装躲在这里，透过旁边的两个小孔，就能从这个望远镜上看到对面站的电线。半夜不睡觉，居然追剧。奇怪，小品，我怎么感觉你突然变高了？咦，我变高了？变高了？这是大小横长错觉。这个屋子的地面其实是倾斜的，整个房间的桌身都是斜的，所以我们产生了房间是真的的区别。那么肯定有人躲在这个倾斜的空间里。啊！居然能看出我的设计，很厉害！居然躲在地板下玩手机。如果是我要躲藏，那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所以我会躲在床里。这个房间里应该没有可以躲的地方了呀。